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今天我们来玩的这款游戏呢，叫做 Power 卡断电，停电的意思。这是一款独立的恐怖单机游戏啊，听到没有？暴风雨，这个小镇正处于暴风雨的当中，所以说停电了，而且还发生了各种异常的现象。而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要搞清这个现象，而且不要让自己住的房间停电。开始我们这款游戏吧。Hey game， 这就是我家，然后现在停电了，只能用蜡烛。这是一只马。我这房间也太简陋了吧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张床。哇，这个房间真的好有一种恐怖的氛围啊，这里好几幅画。我现在家里停电了，我得去开一下那个开关。这不就是封面的位置吗？对，就这里啊。启动启动启动，好像没反应。这个小镇都没人的，前面还有警车，但是警车上好像也没人。这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反正我们过不去。这边呢，那个东西掉下来了。这什么地方？哦，可能进去的。哦，就这个，拿起来然后再回去。哦哦，不对吧，哇，整个环境都变得好白，什么都听不见。别笑我啊，大半夜的，真的是大半夜。我现在录制的时间是一点多了，我下载这个游戏下了一个多数小时。 What the fuck， 一链飞桶啊，哇靠，迷雾。我把这燃料放进去就对了。哦，绿色 bingo， 我回来了。这才是人住的地方嘛，那只狗睡觉。我刚修好发电机又给我按了，我的妈，不会又叫我去。哎，这声音不对，谁在里面呢？谁呀？谁？不好意思，躲起来。那个女人在那里干嘛？一般的尿性的话，应该会飞过来。你不要飞啊！哇，你爬！靠，贞子啊你！被锁了，谁把这个桶卡在这边呢？问题是他卡这边没理由啊，他卡这边人自己也出不来啊。我去找警察。哇，刚刚那两辆警车不见了，整个迷雾都沉下来了，啥都看不到。希望不要再遇到那个女人。哦，我要回到那个屋子里面找那个。哇，他干嘛？这里没人，你不要跟我碰瓷，碰瓷也没用。你拐角也不是这样走路的、啊、你。我很好奇我被他碰到会怎样，但是我不太想被他碰到。我可不想。哪来的铃声呢？这里能走了吗？哇，我看错了吧。哇，天使啊你们。哇，天使双胞胎，不要过来。不，刚刚是做了一场梦吗？我的房子怎么塌了？我天啊，这个暴风雨影响很大哦。你还不给我停，老天啊，不要下雨了，我家都要被你淹没了。天啊，什么鬼？只剩下一面墙还有一扇门。我今天是吃错药了吗？各种灵异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。前面好像很多人呢，前面好。妈呀，又是那个碰瓷的女人。这又是哪里啊？这是墓地吧？哪个混蛋？刚刚怎么有脚步声呢？别笑嘛。 Museum Tour， 博物馆参观。 Hello， 博物馆先生，这个人不正常啊，同化了吗？做得挺潇洒的嘛。这个呢，光头胖女人。然后这个呢，嗨，你好，拜拜，不跟你玩。什么鬼博物馆？我想出去了。好多相片嘛，这边也有啊。你是让我走红地毯吗？四个人，我觉得不对路啊，怎么四个人站在一起啊？我就知道。哇，跑，不要再闪现了，不要再闪。又来，他闪的时候什么是敲空铁的声音？Hello， 博物馆先生，对，我是要出去了，你不用指，我要出去。哎，我出来了，鬼屁博物馆，吓我一跳。怎么又有一堆人呢？这么严肃干嘛？双手都放后面呢？这是欢迎我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有个棺材啊？哦，那个女人，好，来，你下去吧。来，兄弟，怎么是推我下去啊？我最后被这个拐角的女人推进了棺材，然后这个游戏就结束了。也许主人公被推进棺材之后，后面也会变成同人，受那个女的控制。好吧，这游戏的话感觉还挺好的，虽然说是一个独立的恐怖单机游戏啊，但是它的容量也有一局这么大。我们今天的这个恐怖单机游戏就玩这里啊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给我一波三连啊，谢谢大家啦，那么拜拜 ，See you。